挺好的呀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我今天的主角有阿雪师姐，较早捌发生真严重的车祸，医生甲伊讲，以后拢爱坐轮椅、夹拐啊，会非常的痛苦。伫这个时阵，伊拄好拄到一位师兄，甲伊讲一句功德无量，竟然让伊人生发生真大的改变。退休养老，去前去去要去遐运动的时，就是退，也再较奇啊啦，要讲实个，去去什么吼？去十八呀，去遐你扫腿光啊点啊讲，啊，阮头姐，你功德无量，在遮扫腿光啊点讲，啊无你明仔载来，就做环保啦，安尼啦。我问讲爱早晒无？去刚刚拜过啦，啊早晒一下，爱早晒人讲，伊讲唔免啦，唔免我就去去啊，我就知。大手头都生产基本的，别人家一叫就叫出来，一切黑唔卖人家，叫去做。啊，为啥？你拜你做咩？我介意，我来在迄十八人，迄家做事，我来在。你做做着嘞？哎，坐嘛，你反正你干坐反正话，反正是只我无去你看我转这派货转成这样，一节就说七十八十，啊都发难在的，那个那个什么啦，诈骗，那个奇怪不怪不就是诈骗啊，叫他做这样搞不清楚。我讲，还搁要坐，要坐叫他做鞋带的，好不好？不看也没做过呢，人家做还不按道，哦，这大把的倒霉。这大不大妹啊，我跟他讲，对对，这个水，你这个水，我来这个水。我原来环保站嘛无乱做。我冇做这做，包括我冇阿雪师姐讲，会当每一工伫厝做环保，专靠只回收的雨伞布，甲一台阁老阁旧的彩虹车。伊讲，这台彩虹车是伊的嫁妆，算算的，嘛已经陪伴伊五十年啊。电动我坐不了车，唔过这年过年要甲上银连线我都。电动车我就不要搭，买叫别人去，你就专门去啊。他这也要坐啊，咱那还要买鞋啊，做啥？一个人，他蛮真，这个成就感。对，你讲，你一卡三十块，人摕一千块，真正摕一千块。嗯。嗯。真摕啊！你出来遐？嘿。你出来做啥子大代志啊？你算环保的啊啦。
全部的一个月啦。我就讲啦，我无安尼，无安尼吼，初早就甲白啊啦，乌要回家啦，坦白甲你讲。我唔知，我都向做做做做调的，但我唔知。这几人讲讲讲，阿拉讲，哎，这做爸爸老苦了，遐济物早做爸爸晒大伊来做，嘿啊对，哎，那些爸爸又讲，决定成人，那暗时来去甲你夹一块，我都唔知。对，嗯。我一跤，我一跤，手套用到我，嗯，是啊，嗯，这么快时间，差不多一点钟，不错啦，是啊，是啊，家己学了，家己会。买物件才好势啊！侬唔免惊迄个就对。这餐这啊做第三，这餐盒，嗯，做迄个，这这嘛是，这嘛做餐盒啊。嗯，啊这怎样加迄个啊？第三，第管啊？哎，管啊。这嘛好收啊，这较少钱啊，好收。这嘛好收啊，啊这，这个袂，这标准已经达到，百货公司全规定。这大个啊啦，嘿啦，这来历吼，来历爱错信啦，来历无错信就无要停啊啦，是咯，明白啊？哎，一般我人讲讲，全世界无第二开啦，我来用安只讲。阿雪师姐今麦个好心心不断到顶，日子过个真简单。较早迄段互伊心酸的婚姻，师姐讲一切拢已经过去啊，无需要搁再提起。今麦只要想着每一工搁环保的动作，伊就真欢喜啊。对啊，大家嘛真欢喜啊，做足济无完无落啦，你呾呾。哎，做足济，不当做啊啦，迄个，那是讲家庭费用免恁烦恼啊。对啦，你看很多啊，迄个还讲还真好耍啦，出去那个。啊，我讲啦，咱人吼，啊，用心啦，啊，卖有正歹，这不就真牛啊啦。所以师姑，你以前是安尼辛苦过来的嘛？生活安尼辛苦过来。辛苦过啊，你以前辛苦过来，家事不可外扬。嗯。啊，所以今麦感觉足幸福的。今麦点样人心啊？我那感觉足足幸福的，足足幸福的，对。啊是嘞。我讲啊，迄常人伫讲话，拢爱听，无唔对，不对。啊，一届哦，我是啊，我唔爱去讲啊啦。一届啊，啊，我前边来食是旧年的，旧年袂记得。拜五，迄阵去做环保，阮只讲，我嘛无一定去啊，讲出来，伊遐讲，啊，你再来不来？我唔知啊，表示老母是了真好嘞。我也好少穿雨衣，我穿雨衣去做环保的。我再第一只摆只转来，因都还袂食饭。之前我还无坐公车时，我迄小人讲讲，我到都白干白干啦，地上食啦，全部食去做项目。看阿雪师姐走路，予大家想袂到，之前受伤这么严重的脚，即马哪有法度走这么紧？师姐讲，会当恢复到这种程度，连伊家己嘛真意外。只是车祸了后，伊都唔敢搁再骑车，所以即马出门拢用行的，还是坐公车。伊的体力嘛是安尼训练出来。
去吃好了。嗯。我放在，我请唔在，我先陪老母在，啊，家庭也过样。我先陪老母在，再去后院倒转来，倒转来做咱这个迄条算第一条中央公路就对。来到新城了，咱对阿伯来解撞我海底十公尺条，我唔知啊，我做阿袂乖，做倒来做海钓鱼，海钓鱼时啊，啊，行行遐时，嗯，有人去叫。我也去车顶嘞，我伊说迄车弄着时都要请上车啊，啊我车妹就讲，迄一阵方文新的病，迄一阵，阮两个无同齐在，迄阵阮囝仔也未去上班，迄一阵我也免去了，结果去两种，两种嘛该，迄一阵阮车妹啊我也免，我这阵就做啦，我这阵就做啦，对，这个做，我是骨头断脆啊，这准备开啦，这个无啊啦。看到无啊啦，食到遮顿出六十啦，哎，遐秘书在讲哦，遐护士听，遐护士拢吐出钱啊，你啦，那是足痛苦的啦，实在呀，足痛苦的，我就袂晓讲嘿，几年无洗身躯嘞，无，就袂变啊，做也袂啊，无在变啊，啊，尾啊，我坐长也是真实，我再甲人讲，你无论啥物人，实在人也足艰苦，对面迄、那个。哎，干姐去培训做医疗，迄师姐嘛就讲，讲人去培训做医疗，做讲嘛，遐医生嘛，你甲改遐改对。我实在这个人无介好，你嘛甲讲啊，最近有较进步，可是你去久个才用，才用啊。以前袂用个苦诶，苦袂落呀。最近，啊，最近这两年进步遮侪，有做内生内循环保之类个事啊，有进步遮侪。哎，主要是我嘛苦啊。苦啊，生因果。伊在讲，哎，这些拢苦啊，生因果。有啊，都，那你问我，有啊，那无生因果讲，我讲讲，哎，不要讲我苦嘞。哈，迄做孽，哎呀，我是，哎，来这边加擦一下，加擦一下，哎，这是，我讲这就是，这地板，地板这边飞起飞落去啊，那这边这加擦一下，无早就即摆坐落去啊。到尾旧年啊，我就要加擦，我咩来歹势，好，到尾两个今年变起来。这样子啊，哎，看多点咧，哎，多点，看多点，我唔知，我唔系唔系当回事。你你看，这些小块，你当乖，他个大块，这些小块，你看，啊，这块就是嘞，你来做工干的生意。行行，你绕路，行过这边岔路口啦，你第二啦啦。啊，岔路用行啦，迄一间也甲迄宽窄路遐坐吼，啉酒坐吼，去装电台来听。今晚唔敢骑车啊！我这摆我嘛无坐啊。安尼啊？嗯。会惊哦？惊啦！哎呀，我现在才上车哦。哎，啊，我迄条我是无坐，我这摆讲我知啦。哦，我再叫车你坐好啊。坐轿车你也坐，坐头前位我嘛唔敢坐啊，唔敢坐啊。在上好呀，三个月内也有啊。太衰了。
小品书在遐做啊，你敢问得知？就讲我只一寸一寸，你再敢问讲你写了无？我倒去叫你做。你咧敢问看伊阿哪一个？哎，对我硬就做业对我来讲。阿哪样？哈，那个业去做来，伊就是伊咧咧啥？一个做经济，你对我咧又做遐样，唔知伊就对我硬就做业过来。他每次很高兴看到我，啊、哦，还好有你啊、哦，每次。就我说好啊好啊，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再一直跟他介绍人。他都帮我呢啊，哎，你这菜这菜我哪能做啊？哎，那一边我欢喜啊，就该播着讲，啊，啥啥，哎，电视播着。在叫的，阿谁输在怎？这这这玻璃的胶都不带在怀疑，为谁赚的两千万？骆驼的不要不带怀疑，下边不久。本来我们那时候雨伞都还没有拆除掉，就直接整个雨伞就是丢了，到那个回收这样子，没有想到说要把那个布拿下来。那就是有一年我去南部参访的时候，那就看到哎，南部他们有做那个简单的那个环保袋，哎，我就想说哎，其实我们环保站有很多那个雨伞可以把那个布拆下来，而且那个布都就用了嘛哈。那我想说拆下来以后，那然后我就想说哎，这油蛙鞋它脚不方便，因为常常是窝在那个环保堆里头，这样去资源回收。我想说可以把他这个人利用他的长处，我知道他会裁缝，那我跟他讲以后，他说好，我回去做看看。那做看看以后呢，然后他做了以后就拿给我看，他说这样可以吗？我说哎，这好棒啊，很漂亮啊。那没想到他越做越有兴趣，他做得很滑稽啊。对啊，因为他觉得他做的东西有人认同，有人想要说拿他的东西以后，哎，就会再跟人家介绍说，哎，这是某某某哪一位师姐她做的，哎，大家就会又再跟她请购一位一位。那有的是请购完，然后又说啊，我东西再还你好了，我钱捐出去。对啊，我钱捐出去，那你然后再看有缘人再给他们。你这边要认真做的。这要做，我老婆在要做了，看多不要没看，好人谈那不办下去了，反正我这大家进来了，我两我两边没做，我两边还有啊，我老婆这帮做没干，不干我要回家，我干干多呢。哎，对对，来哦，快来哦，我们大家来哦，看多张。嘿，来哦。同安的家境是这边，你看遐无人这边，两家境一样。
上啊定啊，迄些做闲啦啦，啊，迄就讲，迄些块我摆台上，伊就开始搁接啊块就好啊。哎，师姐，我找人接啊，找人接啦。哈，搞这个包，我来搞这个包，好的。那我，阿姨来改一改，带我做钓鱼啊，做钓鱼啊。阿珍呐，你呀，嗯。阿家宝贝做啥？种包包啊，做这啦，阿婆做啥？做这啦，这就是一只包啦，做啦。给人做布包，嗯，做布包，阿婆是。阿姨啊，我家己家几只，几个月嘛做钓鱼啦。啊，真的呀。啊，师姐，侬做这，那他都很拼，你在付出啦，他真的很付出。啊，师姐啊，不错。我把三千啊，反正我冇好做好穿穿起来。哦哦哦，单词下，是那个是古卡嘿，教会做，他也会做衣服哈，所以他真的精到，什么东西都会做。嗯，对，你把这个做给他，那个书嘛，书嘛，都是我哎，我爸爸做的嘞。上人妈妈跟书嘛来哦。嗯，对。叔妈跟上人，你不要再来。他那钱爸爸做几套？对，上人那时候的绑两个辫子。哎，爸爸这样，那就多少？三角，两百。你要把怎么的家里头就是两百，先把家里的要钱啊，要钱是你要的钱。多少？三百。我是你师姐，是吗？是。小家人。是是。师姐都在跟你在学呀。是。我们上个听说会，他怎么不改听说会了？听说会。大力主宰这个大家庭，和阿雪师姐感觉真幸福。伊讲已经感恩每一天拢环保谈好做，和伊的身体愈做愈勇敢，心肝内苦嘛渐渐放下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怎么不变啊？我咧，电脑做来了。我带人家去看医生的时候，我咧看医生，问我去带去做环保工。做环保咧，电脑也袂伤感情。现在做环保就无，对医生啦嘛，叫我咧做。是直接建议医生保护人民，我咧讲。